Hello， 大家好，又翻到嚟 Pokemon 特別篇 Red 嘅。咁今次劇情咧就係講依家 Red 咧就要去到石英聯盟啊，嚇呢一個嘅聯盟賽度咧參加呢個比賽嘅。OK， 上集就係講緊咧去。上集就是讲紧解决阿 Yellow 啦，系啦，小王嗰个嘅剧情啦。咁依家咧应该又解决咗啦。好，依家咧就可以去到呢度啦。石英联盟，等我 check 下你嘅资料先。你系嚟自纯八镇，哈哈，又一位咧嚟自纯八镇，参与咗十位啊，有十位咁多啊，唔使担心，我自己同自己讲嘢，祝你好运啊。有十个咁多，有十个咁多咩？真系，请跑队一排成一排。你好啊，你系石英联盟嘅参赛者啊。哇，系真系好好嘅列奖喎！我嗰只巨大嘅独角虫，你吓亲我啦！呢个会长啊，哦，我就知道你会参加石英联盟啊！作为粉丝俱乐部嘅成员咧，我命你将你嘅精灵交俾我。又系咁，我受够啦！你被正式禁止进入呢个石英高原。我本以为你咪要参加石英联盟啊，梗系要参加啦。规则系咁嘅，喺预赛入面咧，你将会同其他训练师一齐进入竞技场。呢啲回合嘅获胜者咧，将会进入呢个半决赛。在半决赛嘅入面你将面对其他预赛嘅获胜者。半决赛嘅两个获胜者咧，将会喺决赛中咧对阵，攞冠军嘅头衔啊，争夺呢个攞冠军嘅头衔。好，明白啦。赞助今次嘅大赛嘅名人之一啊，呢个系。你知唔知道迪莱西群岛有一个叫物资岛聚？我同一个叫做卡梅伦嘅人咧，同佢嘅利奥鲁啦吓，本来系要赢嘅，然后佢突然间进化，几咁愚蠢嘅招式。呢个系小智经常会用噶吓，经常打下进化，跟住就会超级劲系嘛，就会赢啦嗰场嘅战斗。我会将重头戏咧放喺战术上超聚变，等唔切啦，要开始边个会赢？你要参加石英联盟，哈哈哈！如果你赢咗咧，我会将我的名咧改成艾米。祝你好运！你喺 C 区嘅预赛入面咧，喺进入半决赛之前，你必须击败呢度嘅所有训练师啊。OK， 好啦，你就系嗰个咧，尼比市道馆咧出猫嗰个混蛋啊！出猫啊，有啲咁嘅事？哇！即系你嘅男仔代兽喎，翻木布大比鸟吸动光线，马里路尼喺山下顶啦。OK， 点行呢条路？我呢度呢条路其实都新嘅，唔系旧嗰啲，唔系一般嗰啲嘅路程嚟。记唔记得我喺御剑山嘅肉菜啊？话过俾你听咧，我会制造爆炸性嘅影响。哦 ，OK， 小时怪啊，几好啊，用翻以前嘅人物咧，去喺呢度打、啊。谂住要塑造出一个环境，就系咧训练家 NPC 会跟随训练家嘅进度而增强，系啊，即系好似变到咧 NPC 同玩家一齐变强咁咯，几特别，几有趣，其实几好嘅呢啲，因为可以记得翻咧以前打嗰啲 NPC 嗰啲，我就知道会再见到你喺三号道路，我同佢精灵未够强，然后嗰日我哋一直训练啦，嚟打一场啦，边个呢个系？哦、我知啊，呢个系咪一开头俾我已经屈死咗一次嗰、那个？好劲喎，其实佢啲重到巴塔碟啊，照用啦，翻部 OK 61咧，好高咧我，但系你话应该赢紧啊，布利奇特超我系万王咩万王巨钳螳螂。好似冇乜印象喎，呢个应该系新嘅话，啲 NPC 未见过，周街有糖汁咁好，即系成条冠军之路都系列爵嚟。呢度我嘅记忆力好强，我记得你喺八号道路咧同佩妮讲过嘢，我设计咗一个完美嘅策略嚟打赢你。点样完美嘅策略？你喵喵，我记得呢个有好多只喵喵怪嗰、那个，啲喵喵怪识用呢个催眠，搞掂晒啦。下位。TM49单车朋友，16号道路同我对战过邓肯啊！喂，肯泰罗冇威吓喎、啊，
哈布布应该死啦。哎，唔死。呢度回下重啊，唔得掂啊。咩鬼啫？叶卡皮系咩嚟噶？催眠吹唔吹到？吹到 OK 得啦。奇花寄生种子，寄生到喎、啊。用错技，两两球。挡路催眠文，哇！一个泰山阿顶收咗我挡，比加超啦，冰欧，得冇得 ？OK， 佢怕雷系喎，啱啱嗰只水系嚟嘅，所以呢个系太阳烈阳光烈焰唔要啦。咁有趣嘅头先嗰只原创精灵嚟嘅，皮皮嘅草属性，恭喜你，你系 C 区嘅获胜者之一。系咯，我要登记你个名字，你个名字前面咧就系胜利之路。哇哦，你有熟悉嘅地形啊！呢个就系我熟悉嘅火红版嘅冠军之路。但我哋换一换重，哎呀，我系一生蛋喎，但唔系喎，咩冇技喎只大力蛙，其实最大问题系冇技啊。咁啊照去住先啦。太岩石 ，OK， 复活草，哎，抱歉啊，但系你只能行到呢一度啊，你喺边位啊？我系嚟自纯白镇嘅参赛者啊，有个劲敌新劲敌咩啊？你都嚟自纯白镇阿辉，哇，啲字咁核突嘅，喘气，点解要喘气？我将会成为关刀嘅冠军，准备啦，好似好犀利咁啊！佢个画风完全系另一个 game 咁喎，依本。下山阿顶啦，伊贝都冇问题。奇缘 ，OK 搞掂。下只雷伊贝，睇嚟系各个伊贝唔同属性嘅训练家。自然之力，哇电磁波，哇军天雷打开只蛋蛋，哎麻痹，哎死埋，哎俾中到奇缘。佢呢隻有储电喎，试下啦。诶、欸，冇喎 ，OK OK。喂，电，哎呀，但系电唔死，佢呢度回血。先嚟个高速移动先，哦，死埋。哇，呢、這个超劲喎。其实又唔算超劲嘅，但系咁啱我精灵得一隻，但系打得，我觉得得一隻精灵系打，其余全部都基本上都已经变做次选。啊、大力蛙先变咗主力，当主力一死咧、啊，全世界都顶唔住。唔紧要啊，只不过冇 PP 啫，我哋有 PP 嘅我就可以打赢佢。因为第一隻我就可以用近身拳击打啦，第二隻其实都可以用近身拳击。咁我赢率应该会高啲嘅，我谂。好，喺边啊佢？行多一格啊喺度。近身拳击。呢度其实可以换一换重嘅，或者照打啦。近身拳击，系一下死啦已经。冰衣背就可以用格斗或者岩石，咁啊照用啦都系。近身拳击，我又唔死竟然。潘宝宝，再潘宝宝，我系咁用撑住。水衣背我哋用奇花，虽然都危险，因为一个冰技我就玩完。奇缘就冇事啦，寄生种子，能量球，我屈死佢啦！哇，收走，真换，哎呀哎呀，真啲换，真啲换错，潘瀑布，奇异花，能量球，哎，搞掂，仲有，仲有啲咩啊？火水，系咪真系草系？我头先睇唔到，比加超，真系。冰勾电磁波暗影球点大力话，跟住用急冻光线。Oh no！ 我输咗，梦想破灭啊！啊，原来就系咁啊！我以为有几劲嘅呢啲，即系唔系几劲，系有啲会唔会有啲新嘅嘢啦？诶，点解呢条可以？哦，我仲以为呢条路系旧嘅添，见到一啲甲暴龙。原来是新嘅大岩石呢度，吉利拳，吉利蛋嘅拳套呢个系，好似系增加佢嗰个暴击机率啊！
冇乜印象。小拳石，呢、這个咁神秘会有啲好嘢，柔软沙子。我要行禁就一定系啲好嘢嚟嘅添。诶、欸，停低，我需要成为呢个获胜者。你边个啊？我系你纯白真嘅参赛者，又系纯白真。我个名叫正宗。哦，正宗啊！我会成为世界上最伟大嘅精灵训练师。OK， 水岩石系地面岩石，仲要雷超。先用个蛋蛋催眠一下先啦。哦，冇中到。但系哇，照用紧身拳击咗一下死啦。无敌。点啊超？冰欧电磁波，得嘛？得。复杂，哇！特性换换，用岩魔牛就用水技一下死啦，都系。但系食花就照用急冻嗰时，哦，结冰，真系好劲，只要急冻嗰时。好，对面用只补上先，逼勾，再用个十万伏特，哇！泰山顶搞掂，我唔敢相信我输咗，就差少少。点解成日都要点点点咩？阿 Red 啊！打赢咗人哋，你咁睇唔起人嘅？即刻点点点人！诶、欸，嚟啦嚟啦，到啦！睇嚟只系得翻你同我啫。哇，呢、這个角色咁靓嘅，完全唔似系嗰啲普通咩喎？我都系嚟自纯白真嘅。Oh my！ 我名叫粉红 ，pink 喎咩啊？但我哋咧将件事咧完结佢啦，了结呢件事啦。我呢个粉红喎，几靓嘅角色，妖精系喎呢只。奇异花，催眠。催眠，寄生，能量球，能量，哇，狗味啊！用化石飞龙，原始之力，原始之力 ，nice。但啱啱头先咧，佢开咗原行，所有 DPP 冇晒，干燥皮肤，加干燥皮肤好似冇任何效果，冇记错。唔记得系咪咧？冰技继续，喂睡眠大镬，意念头锤，顶住顶住，醒啦，系、哎、醒啦，皮皮奇异花，寄生种子，能量球，能量球，搞掂，生长唔要啊，生长呢啲加工嘅技能唔系好适合奇异花嘅，我谂，花式飞龙，咬啊，咬啊，咬啊！咬啊！好，大力蛙嘅泰山阿顶，搞掂，揸正。格斗系用格斗嘅招式，好完结。祝你好运，希望阿晴、子希、子怡同埋阿南做得好好。咩话？咩人嚟噶？就系头先嗰四个啊！成班应该一齐噶。头先嗰个咩？成班纯白镇嘅训练家阿小刚。当我同你打嘅时候咧，嗰刻就知道你注定要伟大去实现啦！哈哈哈，你做到啦，唔敢相信啊！你喺度喊啊，小霞咩啊？冇啊，霞小姐点会喊啊？堂堂地保护精灵嘅决心咧，令你行到咁远，唔好忘记呢一个系你嘅力量。祝你好运啊！管主门得三个管主啫咩？我哋入咗半决赛啦！好、哦，阿 Green， 我 D 佢系获胜者。我谂我咧唔需要话俾你听咧，石英联盟嘅历史上咧，所有嘅弱胜者都系嚟自纯白镇嘅训练师。我知啊，前一个咧就系个花子啊，海切堡嘅女人，喺佢咧之前嘅冠军咧唔系其他人，即系我嘅祖父宫本大木。叫宫本大木咩？原来佢，我净系识阿罗拉个咩雪城嘅。问题系咧 ，B Y 咧纯白镇嘅训练师今年将会成为冠军咧，系你定系我咧？我期待咧决赛中同你打 A 区、B 区、C 区嘅 D 区获胜者咧，请去到半决赛区等阵见啦。好，我哋带多只虫啦呢度，慎重少少带多只虫嚟打。有咩可以拎出嚟用呢？捉手百合、太古羽虫、谷石兽、三拳石、卡比兽。呢、這个代兽红呢、這个代龙啊，唔要啦，冇咩好用、啊。我谂最强应该都系鲤鱼龙，因为佢有招威吓，但系鲤鱼龙啦、啊，因为我都惊唔够打。其实我记得我参加咧四英联盟嘅时候，见到你咧，令我谂起过去，你嚟得太好啦，正派。哦，唔系你咁谂，
而家见到你咧，令我咧喊晒，为你高兴，好兴奋啊！摄影联盟咧每五年举行一次，等到你到达咧骨子群岛嗰度嘅训练师更加强啊！骨子群岛生活咗好多唔同嘅精灵，太神奇！你想去边度？我呢度系传送门，呢位咧好热啊！你乜都冇着喎，嗰个系小兰。哇！睇下我嘅小尼多兰，佢帮自己揾咗个男朋友仔喎。我哋嘅精灵，我哋嘅精灵咧真系好中意对方，所以我哋应该达成协议，不如用我嘅独角虫咧同你换只强大嘅巴塔碟吓。咩话吓？我睇你咧都系仲用紧你嘅老把戏喎吓。我系话吓你好啊，做咩啊？你话咩咩意思？做乜你喺度噶？嗰啲预赛咧咪好简单嘅，你话你入咗半决赛，嘻嘻嘻，竞技场见啊！唔好，唔记得咗话俾你听，我唔谂住输啊，因为我都系嚟自纯白镇。咩话你？吓死我啦！我死啦！嗰个女仔有啲可爱，俾人识友咗啊！哇，咁多努力值药嘅临阵磨枪喎，9800其实都平，几平啊？买啲药先，作为药资训练家嘅我一定要买啲药。好，我哋试一试呢一个嘅咩啦？好，恭喜你初赛成功，最后四场有冇睇过比赛啊？咩比赛啊？未啊，第一轮系我同 Green 啊，我想喺决赛中咧打低佢噶。唉，我知道你想喺决赛中咧，决赛入面面对阿 Green 啊，但系咧现实咧并唔系跟住你个剧本走啊。祝你好运。好，要同我去打冇问题啊。诶，点解你喺度噶？唔好意思啊，僆仔，呢个休息室咧只准到强大训练师。你系边个啊？有咩问题？我唔系强大训练师，你而家话我唔系强大？哇，呢个咩人嚟噶？博士 O， 唔好介意啊，博士 O， 即系绑住个头，黐线！我觉得咧外兽咧好可爱啊，人哋成日话我咧好似外兽，而咧我唔认为咧做系做恭维，哈哈！半决赛前咧打一场速战点样啊？做好准备啊？唔系话，哇一发打死咗，有几粒都系照杀嘅呢啲，你照杀啦！新元宝咩噶？咩技啊？我未见过呢招喎，点解有个月亮喺度嘅？冰勾延迟波，十万伏特，再攻击，十万伏特，高速移动五秒，百变怪，俾啲只你啦，催眠佢 ，Oh no， 再见啦你要，好。催眠粉啦、啊！哎呀，哇！变咗呢个大打之后二打劲多水箭龟啊，要用蛋蛋催眠，奇异花，吻两球，吻两球，吻两球，搞掂，好，好有趣咁、啊、样，所以佢打呢啲精灵啊，哇！偷睇嗰啲精灵，唉、哎，女人真系好烦，佢打咗我一场，我要翻嚟回血喎、啊，呢个系咪佢阴谋嚟嘅？以为我会唔记得咗翻去回血，跟住就咁入咗去打。第一场比赛咧即将要开始啦，小蓝 VS 博士 O 喎。我最好揾个地方揾咧正辉隔篱坐。正辉喺边度啊？呢个喺开始之前啦，我哋感激呢一个嘅精灵联盟，非常感谢梅梅布鲁托，哇，劲难读呢几个。扎在今次嘅比赛，而家比赛开始，咩话佢讲笑咋？佢谂住咧用呢个波波球摆头。我知道小赖波波球啊，呢、這、一个咧佢令咧对手措手不及嘅策略一部分。出嚟啦，列长！既然喺呢一个精灵联盟入面用呢啲咁样衰又愚蠢嘅列长，你觉得我一个咧中意出风头啊，净系咧可爱嘅女仔啊？咁就等我哋考虑一下啦，嘻嘻。喂，波波球咧一次攻击咧就可以赢得所有。去啦，波波球！愤怒攻击，哇，唔公平啊！唱歌啦，波波球，哇，避咗呢首歌咧，冇办法咧，去到列爵嗰边啊！波波球咧冇咧同空中精灵嘅战斗嘅速度。蠢材，你要做咩啊？换飞人精灵？我冇啊，我冇任何飞人精灵啊，得唔得啊？咩话？我谂你咧可能低估咗你嘅对手啦，靓妹。哇！全部都系雀仔，全部都系飞人体，佢一定系知道咗小蓝嘅弱点啊！
呢个咧成为你一个教训，你嘅理由系啲咩？从其他人咧偷嘢，永远唔会有回报嘅。有破绽，欲定身术，然之后咧急速折返。哇！如果空战咧，我唯一机会就咁啦。升空啦，水箭龟。点样升空啊？水箭龟，佢飞起咗啊！去咗边啊？佢咧叫个水箭龟咧用呢个水炮将自己从地面咧推到空中啊！七二加用空中用水炮啦，哼咩啊？鹦鹉学士抵抗水炮喎、啊，大比鸟用电光石火，佢做咩啊？做咩啊？小蓝惊雀仔啊！六年前咧有一个事故，一个五岁嘅靓妹咧俾只大嘅精灵咧大鸟只雀仔嘅精灵咧绑架咗。我有一个咧同龄嘅孙啊，所以咧我咧要参与其中。我喺调查当中咧提供咗大量嘅帮助，直到人咧开始咧失去咗希望，并且驳回呢个案啦。我最终咧亦都停止咗搜索，但我从未咧忘记咧相入面个样啊。谂一谂咧，当我自己嘅安全摄像头影到同一个女仔偷嘅车厘龟，我几惊啊！博士哦，唔通系大伯博士？好唔奇怪啊！咁样嘅创伤咧，会对你对呢个雀仔产生恐惧。小蓝，结束啦！获胜者咧，博士 O， 我输咗。而家小姐，我相信你咧欠我一个解释。你冇必要咧偷我精灵，但系点解要偷咧？所以偷车你龟一直系小蓝，唔公平啊！我喺一个咧唔知嘅地方长大，冇屋企人，我净系记得咧嚟自一个叫纯白镇嘅地方。后来有一天我知道了你给了一隻精灵给两个纯白症的男仔同一个图鉴，他们呢被人叫了一个去一次这个精灵旅行，但我都是来自纯白症的，我想呢他们做的事都是一样，我想从你那里得到精灵和图鉴，并且开始一段旅行。你记不记得我讲过什么？唔理咩原因咧，你都唔应该系偷。如果你答应我咧，咁第三个图鉴就系你嘅啦。依家你就系咧纯白镇嘅图鉴持有人咧，喺度喊。我咧好开心咧，咁多年都冇事。下一场比赛咧，将系我啦，我开波啦，我要开波啦嘛。边个会成为冠军？你笑咩？你咪输咗。你明嘅咧？啊，又喺度扮嘢。如果你是第一场比赛获胜者，咁唔系，咁就唔系阿 Green 就系我咧，将会喺决战中面对你嘅。OK， 佢话退出比赛。十年前我就已经咧获得咗呢个冠军嘅头衔啦，唔需要再嚟多个。请各就各位啊，唔系，请各位注意，啱啱获胜嘅大木咧已经退出比赛啊。规则咧禁止半决赛失败者入决赛，所以咧第二场半决赛咧而家改为。决赛啦！依家呢一场已经系获胜者将会成为石英联盟嘅冠军哦。你要面对你嘅对手，你哋两个将会咧互相成长。OK， 呢啲咩人嚟噶？我嚟宣传，我甚至唔中意啲精灵战斗。呢个系咩啊？赞助商啊！嚟啦，最后一场比赛，呢场战斗将会决定咧石英联盟嘅冠军花落谁家。我嘅孙咧真系长大啦，以前咧好傲慢，但系依家虽然佢嘅对手啊都系同佢一齐长大，即系咩啊？即系话我唔得啊！有人话俾我听咧，如果太有自信咧，将会自取灭亡。有人曾经同我讲过，如果对手咧俾人削弱咗，打低佢就冇成就感嘅。我哋开始战斗啦！好，最后一场决赛啦，各位，一嚟打呢只，我哋先走一走先啦。循例上，我哋唔容许有任何嘅错失喺呢一场嘅战斗入面。先做个化石飞龙先，瞬间失忆，即刻 call 走佢啊！哎，点解 call 唔走啊？呢度点解？佢用咗两下瞬间失忆，我嚟咬佢啦咁。我只太尾巴，而家超逼勾，跟住用呢一个伏特攻击啊！呢个密攻嚟，啊密攻啱啦，佢要加咗特防。好，一定要打咗先啦，如果唔系咧，佢好危险。跟住用泰山压顶。喷火龙啊，照诶，喷火龙可能要走一走噶。喷火龙吓到我，但系应该都可以用呢一个 level 压制佢嘅。哎，搞掂 3D 龙啊 ，3D 龙咧就系近身拳击。飞天螳螂走一走啦，惊惊地，我哋换做鲤鱼龙，用威吓佢，再用龙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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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唔中。拍布布中啊！
睇唔到添，咁啊太快睇唔到换咩？哦，铁甲西游、催眠粉、奇异花、能量球，搞掂怪力、大力蛙，再用呢个喷雾布、阿沙顶，搞掂。我赢咗啊！恭喜你啊！请坐低咧，等待呢个颁奖典礼。嗯？哦，完啦，边度单啊？呢个啊？你想从边个咧？你想从你从边度谂到你？哇！呢啲翻译真系，你点会估到你可以攞第三名啊？傻嘅！大宝博士退出咗比赛，所以根据规则咧，排喺第三咧，将会取代佢嘅位置，即系我啊！咩话？呢个咧？小机灵啊，真系一个蛊惑啊！第三名咧就嚟自纯白镇嘅小蓝，第二名咧就系 Green， 而家咧就系我啦 ，Red 成为联盟冠军。我哋翻屋企啦，我哋一齐翻纯白镇，可能翻纯白镇做咩啊？咩？石英联盟边张结束，或者系咁呀？尾声，爆机了！哇！一堆管主，三个管主就得。诶，呢个系下一百嚟，下一百佢哋两个唔识啦。呢一个就大木嘅一家啦，加埋佢家姐，跟住同阿小蓝。哦，嗰三个就系输家，嗰三个就系败者。呢个就系小蓝屋企，跟住有心心，蒙蒙都出卖你，点解啊？呢个屋企，嗯，做咩啊？有啲咁诡异嘅音乐喺度，尾声结束，关刀场边结束。感谢试玩积力特别篇章。吓、啊，呢度系完咗先咩啊？我咪用错咗 save 啊？咁呢个完咗嘅，我唔知道，我去睇一睇先。应该仲有其他劇情嘅，只不过唔知点解完咗。试玩篇系试玩啫，应该唔系嘅。好啦，咁暂时又玩咗咁多先，我哋下集再见，拜拜。